走吧，没事儿。看吧。之前家的布置，后来因为林伟军的乱入变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又因为竞标忙到没有时间，所以一直搁置到现在。你听，说过我要给你一个家，我已经跟刘总说好了，001号无尽家公寓绝不上来，永远只属于林淼小姐。焦家是盖房子起家的，在我看来，每个人的人生刚开始都是一间婚房。我用了25年的时间，不停地给我那间空房安置新的家具，按照我的心意装饰它。现在它装修好了，你愿意做它的女主人吗？我愿意。和我的每个画面。